静电，这个后面你可以直接进行加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般的人不会看，看上我的不一般的你留不住的男人廖俊涛儿。关注我的朋友们呢，可能知道我最近搬家了，而且呢和兄弟们一起搞了一个排练室，再也不扰民了呀。因为我太扰民了，我已经被投诉了无数次了。我们的排练室的雏形已经弄好了，现在带大家去参观参观。噔噔噔噔，棒棒 ！Let's go！ 打开一扇门，哎，还有一扇门，为了隔音哦。这个是朋友送给我的一个小冰柜，就可以冻冻饮料什么的。这个后面你可以直接进行加快。啊！静电，它的电速啊，好电呐、啊！你们听到没？求你了，别电我！小小男子汉。徐哥，能帮我一下忙不？徐哥，这个确实不好抬。有，来，来。伸出手。小徐说他自己的承诺的，他夏天要在外面烤烧烤，然后就给他买了一个这个电烤炉吧，应该是吧？对、yeah. 嗯，希望你能够派上用场。该不会又拿不出来吧？后面你得研究吧。然后这个呢是朋友送给我们的一个戴森空气净化风扇，说来惭愧，我们最近还没有装空调，排练室这种密闭的空间啊，空气会不好，一些有甲醛啊，有味儿啊什么的，它这个就可以帮我们把空气净化好。你看现在的数值很高哦，就代表空气质量贼差，等它数值变低变成绿色的时候，我们的空气就变好，而且这个还有加湿的功能，蛮好用的。感谢朋友们送我们的一些小家电啊，为了让我们的生活质量更好，以后邀请朋友们来家里面玩。好，今天就暂时带大家参观到这里，等以后我们的设备购置好了过后，然后把它弄得舒舒服服的过后。你好，你打断了我。等我们排练室的设备弄好了过后，在线上可以给大家一起玩一玩啊什么的。拜拜。咋不叫？